那我的老朋友高斯伯兄要选台南市的市长，他今天来看我，我们谈得非常的愉快。他既是我的学弟，也在很多地方呢是我的好朋友。他是道地的台南人，土生土长，而且对自己的故乡呢有一份热情。他这一次出来，希望不是做一个普通的市长而已，能够真正的把台南的优点、它的历史传承、文化的底蕴啊，都能够发挥出来。他这套想法呢，跟我的看法完全一致，所以我会全力来支持他，完成他这个理念，让台南成为一个新的台南，一个更有文化的水准、更有产业发展、而且更有人文关怀的好城市。台南精神赞！